分四个尺寸 S M L X L， 它很棒的是它有看到弹性，对不对？它是做的像韩版女生非常喜欢的一个后松紧带的一个款式。实际上呢，它是有分尺寸的 S M L X L， 那它的尺寸呢非常非常的标准，纽尔就是穿 S 号。那这一件呢，它其实有一些小心机在咯。第一个是它的叉是开在前叉，它的前叉呢来叉位是开在前叉，前叉的部分其实真的走楼梯、上楼梯、抱小孩、坐公车、坐捷运都非常非常的方便之外呢，旁边多了一个超级小性感的切割，它会不会走光呢？当然不可能，它是在屁股之下还蛮远的地方，是在一个大腿的位置，所以呢它若隐若现。那这款裙子它其实不会到很薄，所以它是顺摆的，所以我们穿下去呢就非常非常的修身哦。然后呢长度啊，我觉得也是适合东方女生，妞儿是161公分，穿起来长度在这边。小鱼啊，它穿起来的感觉，小鱼就跟妞妞一样是穿 S 号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170公分的是什么样子。小鱼穿的这个 look 应该就是女生也都会很喜欢的，对，比较偏休闲感，跟刚刚妞妞其实不太一样哦，它这样搭是非常好看，很多女生都会非常非常喜欢的。那基本上它都有弹性，所以呢大家就是买自己的尺寸就好了。那下摆它会做一个那种虚虚的概念，但是呢就是它不会破掉，不用担心哦，它非常非常的简约好看。